啦，以后我就拿这一把好了啦。就甜，可是它快爆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锋利五，不死克星五，节制克星五，击退五，燃烧五，耐久十。嗯，太过分了吧？好吧，不要，我还是拿神龙摇好了。现在又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？对，累了，休息一下。累，超累。对啊，虽然真的蛮刺激的、啊。左边后面还有啊，好累哦。还有啊、为什么观众是都喜欢这样看我们打打杀杀吗？是，不要怀疑。好累哦。你真的快接近八十七次了，感觉下一次开一台就可以达成。哎、欸，我跟法师的死亡次数加起来刚好八十七啊。啊，真的耶。所以刚刚那个神怪准打掉吗？是他其实就是掉了，打掉了，打掉了。刚刚那个在中间被打掉了。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我跟法师的死亡次数已经八十七次了。来上去了吗？还是啊。上来，里面有神怪准，我先冲锋陷阵了。你又要冲锋陷阵？我先打一个。怎么了？哦，好，没事，你进来了。这个基本上都封不住的啦，看到就直接好了，留一个好了。你这个怎么打烂？怎么打烂？再装备都没了。不用啊，哎、啊，不是啊，我觉得神怪装不一定要留啊。哦，又掉了。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啊。又来，你看啊，他就都是一样的、啊。没有啊，他装备变好几级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可是我还是想穿无法破坏的装哎、欸，他那个都有耐久啊。耐久十，你这辈子大概用不完的了。我屁耶、欸！我还要小心，不要打到你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要轮流。来，打排球，哎哎哎，排球死了。还有一只！天哪！我们还要轮流打，他才打得赢。再说什么附近要擦光，可是我们附近擦光，他也是在升啊。但是判定到底是怎么样？没有，我觉得这种自定义的怪，他你不管再怎么样，他都会升啊。我以为要死了。啊！好多箱，打掉吧！哇，打好痛，还拿一箱就好。还有，我刚刚看到两箱生怪。他要跑，有三只。这么多只哦。哦，排球，哎、欸，排球怎么那么强啊？这个排球太强了，哎、哦欸，又升了，又升了。你看，要它升在我旁边是怎样？那个地方火把这么多根。啊，我刚讲都没在听哦、喔。我说自定义的升怪砖，你不管怎么插都会升啦。法师，你把那个好了。对啊，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，所以你把周围的小塔打掉看看。哎、欸，来我这，这里有这个、啊，你们来看啊。升怪砖吗？有箱子哎、欸。对啊，顺便哦，又升了，把上面为什么、啊、这个神怪砖就敲掉了，不要留了没？敲吧，你就不要留在这里，我们就走人啊！不是啊，我要叫你们看箱子啊，你们又不，你讲了吗？我刚讲了几百次啊，尴尬，我把门赶快进来，我把旁边都堵住，喂，不准进来，哎、欸，它里面好多铜掉哦。等一下，有火力炮。我怎么会有火力炮？下面有洞哎、欸。对啊。应该是死。哎、欸，里面铜掉超多的、欸哦。好多东西哦。给我一点金苹果吗？香一点。哎、欸，对，还有金苹果哎、欸。八个我。哎、欸，全部零头是怎样啊？没有，我全部收集起来了，帮你们分开。这样很难捡。我什么东西是要丢着的吗？应该没有。放什么东西去？我觉得我们应该不需要绿宝石了。不用吧。铜掉都拿走了吗？拿走了、啊。金苹果。对。这个剑有点夸张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们那么多金苹果了。下周会开台吗？会啊会啊。好啊，旁边还有一个、哦。好，旁边还有一个。啊。隔壁还有一箱。隔壁还有一箱。对啊。怎么那么多箱？那我们要去兔子洲隔壁。啊，隔壁这一箱是。这里是。哇、哦！要、欸、抓时差攻击。抓时差攻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打太痛了啦！赶快堵起来。等一下，进去一点啦！打进去，你不要直接开在外面。啊？没有，马上要把后面堵起来。哦。那、啊、跑出去干嘛？进来了。气死哎、欸！好。你根本没说你要干嘛。铜剑我拿走了。命名牌耶、欸。哦，有经验瓶哎、欸，大家可以经验瓶。来，经验瓶，大家来射一下，来射一下。肚子有黄金马凯。有，我刚刚有拿一个，你看你要不要再拿一个？我有拿。来个爱情马，旁边两个都不理我们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射一下，我射一下。哎、欸，三十几罐啊！手抓了吗？没有，按住就好了、啊。我根本完全没吸到啊。对啊，为什么我觉得都是感觉像丢水瓶而已？是吗？有啊有啊，刚有人升的、啊，是因为等级太高了吧？现在。有刚我是靠过去才有吸到的，不然都被你们最近都被吸完了。嗯，等一下，这两条路是有相通的吗？隔壁也有往下的通道哎、欸。
我去隔壁挖看看。哎、欸，屁孩，你挖那边啊，我去隔壁。妈才屁孩啊！我叫了一整集，你现在才回应，现在才反应，现在才抗议。哎、欸，上来啊！不是、啊，讲错了，下来啊！下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你不帮他们挖路下来哦？啊，不是跳路，不是跳下来、啊。什么跳路啦？啊，隔壁就上来了。对啊，相通的啦，相通的，相通的。娘娘下来吧。好，娘。天哪，今天在玩命哎、欸！有怪有怪有怪！我今天就死超多次了，对，我敲掉了，我敲掉了。啊！一点都不想跟他打。传送门啊！传送门是传送门。终于开心哦！又是香香。那、啊、我要先去点传送门吗？都会怀疑这世界有没有传送门这种东西。有，就在你最怀疑人生的时候，它就出现了。太棒了！可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怀疑人生呢、欸。可以开箱吗？啊，好吧。我们从最靠近传送门这个开始吧。好、啊，那我先点传送门，等我一下。哦，好多好多苹，又是苹果，又是金苹果跟金锭。零啊，还有钻石。呵，我回来了，他答应吗？突然一个没 feel。啊，钻石，好好好，好棒啊，钻石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哎，放进去了，拿走都看不到了，北极哦。哎哎，效率二十哎，好夸张！效率二十，这我可以拿走吗？创世纪斧头，那就我拿走了，我拿走，谢谢。我的就很扯，我要拿，我要我要我要。那个那个暗晶是谁？刚有五颗的吗？谁？什么？中间那颗啊？那个？哦，我在我在我这，有几个了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哦哦，四个，四个，目前还差一个，会不会再多？嗯，哎、欸，铁砖，哎、欸，那铁砖给你。二四个金苹果怎么回事？我刚看到什么？有人在叫。钻石砖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钻石砖，可以帮我加一个工作台出来吗？有，我这里有。好，那你加一下。过来。来，谢谢。刚刚吐血。这里面没东西哦。就这样而已。哎、放出来，放出来，你工作台放出来一下。哦、，sorry。所以那个斧头谁拿走了、啊？我没拿。哦、oh, ，我也没拿。斧头我也没拿。哦、oh, ，在我这了，对不起。骗！骗在那边骗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一人一把，这样太过分了。嘻嘻嘻。那你计较我们一人一把？一人一把。哎、欸，钻石，钻石谁要拿啊？钻石、那個、就会很凶了。我身上没钻石。啊，你们工作？我身上只有钻石砖啊，钻石不想拿了。好了，那好了，我收起来了。好、啊，收啊收啊。哎哎哎，创、造模式吧，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创造模式，这个、啊、你看你自己来看这个箱子，你看哦，有没有这创造模式？我只有点一下而已、欸，点一下而已，那是创造了吧？是这样吗？啊，就跟我这个一样啊，就跟对，只是一个是对木头，一个是对石头，啊，出不去了，超像。哎、欸，他都塞鸡眼呢、欸，超过分呢、欸。走这里去，预防有人玩过头啊。你说这里哦，这里都没东西了。好了，其实我要靠最近，那就可以飞过来了。我按了三下，三下都传你们。又来，把斧头放到副手要干嘛？就是啪啪啪啪。对啊。左手斧头，右手锄头。哎、欸，神农咬也这样很凶。神农咬也太猛了吧！神农咬现在是怪物了吧？你现在是你右键。哦，你右键会砍斧头的意思吗？不会吧，不会、啊。不要靠近他，我想砍斧头。哎、欸，怎么挥左手这一只啊？通常是右键呢。没有，不能挥，不能挥。哦，那就是没有啊，所以是没有办法的，应该是无法。喝啦喝啦、哦，我真的觉得好累、哦。我觉得可以休息了。对，那里遗迹了。打怪喽！你看着，你心里有遗迹，看什么都是遗迹。我心里有鸡。打开门。我心里有鸡。这门好大、啊！我一击就那个嘛 ，CS 没玩过你。哎、欸，对吼，这个啊，对吼，这个就是 CS 啊，单边一击啊，对，这个就是 CS 的沙漠一击二啊。我没有红心哎、欸，我居然知道这张地图，而且重点是我知道这张地图是因为 Gary Small 的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那个，等一下，这里，我觉得那个木箱里面有东西。哪里？木头。哎、欸，上次拿斧头的是谁？我啊。我。我啊把那个弄掉，哪个弄掉？说不定有东西，说不定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屁孩，这是沙漠遗迹还是沙漠遗迹二啊？有没有才沙漠遗迹？好了，其实是沙鸡啦。沙鸡，活人吧，是沙一吧？哇塞，应该是沙一没错。我觉得二很难玩。我
我记得二有地方可以蹲点。哎、欸，二比较好玩，这是这明明就杀二，好不好？是杀二。我忘记，但是杀一杀，因为我是以那个僵尸在。哎哎哎，不对，这好像杀一啦，杀一啦，杀一啦，杀一。好被骗了，哎呀，被骗了，玩不下去了。可是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下波，我以为是杀二啊。我看看，杀一啦。被骗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这是沙漠遗迹一还是沙漠遗迹二啊？三。这是天空秘境三啦。越来越多。啊啊！这里有传点吗？没太阳就有法师哇、啊！法师，小奈，你过来看，快点，小奈过来！我跟你讲，法师现在有一种神力，我们叫他煤炭大。你去吸一下，你去吸一下。这是沙衣哦。我们等一下看到煤炭的时候叫法师，然后去看他怎么挖。对，是煤炭大使的任务。哦，煤炭大使的任务。哎、欸，可是煤炭大使，等一下，你们还记得上次去到另外一张 CS 地图吗？那个阿兹特克那边不是蛮多怪的吗？为什么这里一只怪都没有啊？好啊，我觉得他是躲起来了，可能在底下。现在大白天，所以他不想出来了。哦，好吧，啊，这里有传点吗？有吧，可能要挖一下之类的。咬你难易度，是不是？你点开你的 ESC 怎样？你是该不会难度调到了吧？头条，你说和平吗？还是怎样？简单啊，是简单啊，本来就简单啊。废物玩简单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不是，那每个人显示的都不一样啦。这个多人的话是伺服器那边为主啦。那你是多少？那你是什么？应该是一般吧。可是我也是简单的、欸，都没有看到怪、欸。啊，没关系啊，说不定这里就真的没怪没。你们是想被虐吗？晚上我们待到晚上好了。可是刚可以到时候再换一下吧。刚刚晚上我们走过来也没什么怪啊。好啊。那人家凌晨就是开趴完了，早上回去准备睡觉了。约一个很好的测试法，就是你现在走回去金字塔。哦，超多怪。最好测试法。嗯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要找传送点吗？还是怎样？那个找传送点吧，每个人都一起摔，怎么回事？好，没有，我绕旁边了。传送，哎呦，我找到传送点了，我找到了。哎、欸，没看，哎、欸，在那个啦 ，A 点啦 ，A 点那边。A 点，他们知道吗？小麦吸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啦，在沙一的 A 点这边。我不知道。你一早打掉了五颗星，有那么痛啊？好痛哦！你怎么那么脆弱啊？一只稿子打掉五颗星，里面还有哎、欸，有点 OP。你怎么那么脆弱？欸、你们现在在哪？你们现在在哪？哎、欸，这边来，兔子这边，后面正后方，正后方。刚好就拿这个比较好。哦，后面这儿。哎、欸，来，大家过来，传点在这。传、欸、点。哎、欸，好安静啊、喔！这边有一个箱子，我在等你们来一起开。你要开箱，开啊、哦！是这个，哎、欸，五个了，药星界的，药星界的战力暗星石，你为什么都不让我把话讲完啦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屁蛋，我在那边念一半，你就在那边好啦，来，按钮在谁身上？应该是我啦。快点啊！闭嘴啊，女人闭嘴，女人，快点，原来法师是。谁哎谁传啊？为什么我按总是不是我传的哦？啊对啦，那这是沙漠遗迹一啦。对那个 Dust 那我们就可以去换东西了吗？可以啊，可是你要回那个你要回村民家那边。绿洲还有绿洲来走可以。绿洲哎、欸，那我们沙漠这边也探完啦，可以去别的岛了吧？哦耶！哎，为什么我按总是不是我？因为你是看到有人去按传点的时候，就整个人贴着这里。哪一个？来，我换、那個、这个。他有什么要？武器呢？换什么？换成的星界石。那是配件。等一下借看。这是配件哦。放开。应该是可以放副手吧？那我换了。放开。你看，你就不让我讲话。你放副手。你是想变胖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怎样吗？没有怎样，哎、欸，可是，哎、欸，这个也太变态了吧，这个东西。全部的，什么东西？就很奇怪的。来，丢给你们看，一人看一遍好了。我以为那个村民要捡走了。我也以为那个村民要捡走了。村民要捡东西吗？并不是存于这个世界的物质，寄送着非常庞大的力量，飞段不然拿到了。哎，来自混沌世界具有穿越世界的力量结界石，但是力量非常混乱，而且相当不安全。这到底是什么啊？这个，我猜在惯用手时加20%速度，加100%抗击退。哎、欸，惯用手是右手啊，这没办法拿在副手啊。加速用，
哦，加速用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跑看看，我跑看加速有吗？这也没加速啊，因为你原本的就有加速吧？啊是啊，我知道啦，神农药本来就太快了，所以我没感觉啦。我是在想他有没有可能以后可以叠别的东西之类的。以后叠别的东西，因为我也记得还有别的、啊，因为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橘色的那个啊，铜吊啊，是啊、喔。开船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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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一个比较安全的人拿，好不好？这个如果你拿着 不小心点到右键就，就掰了。你就不要拿。可是它是加速用啊，你可能拿在右手了，然后就是，你就放在背包里就好了。不是啊，啊，它就叫做加速道具，你就是一定会拿在手上用，不是没？不要加速，你就不要跟我之前一样哦。忘记是什么鱼吗？还是什么啊？哥莱果，恶魔的手上要吃掉那个恶魔的心脏，成就道具就这样被兔子吃掉了，被吃掉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